昨天晚上又找下一个路口露营来，看就是这个小路口，睡得还挺好。今天早上6点多7点那个车多，然后我也就起来了，我把车来调了一下头。昨天晚上停车的位置啊没有停好，太阳能板没有朝到那面，所以太阳起来就照到车里面比较热，我就把车调了个头，在这儿剪辑了一下作品，现在正在上传中。大家好，我是茶蛋哥，一人带着两条狗，现在穿越川沙公路省道315，东西都收拾完了，我也准备出发了。这个视频让它慢慢上传吧，我边走着它慢慢上传吧，不能再等了。今天的趁着今天的天，太阳不是太那么暴晒啊，可能又是灰蒙蒙的，还是和那个沙尘暴有关系吧。天如果不太热的话，这两天我就想尽量多走一走啊。这里面的气候太干燥，而且经常刮风，刮风的话，衣服里面、鼻子里面、身上、头发全是沙了。所以我想赶赶路，早点走出这200公里。好了没有？你俩，贝贝、巧克力，出来了，准备出发。人家热的不行，都钻车下面凉快。Let's go， 出发！这种气候适合徒步，虽然有太阳，但是不是那样暴晒。这儿又有了草了，所以就能养牲畜了，牛呀、羊呀。这又成了戈壁滩了，不是沙漠了，它一段一段的，但是有点这个戈壁滩有点草，刮起风来，那个沙石它也不会打脸的。这儿有一户人家，商店是啥？你看他们用的是风力发电机，没有电这地方。那个商店好像不开门了，看这个情况像是关门了。这个东西不能缺啊，节点。嘿嘿，路上有个三两根，咱就赶紧捡起，要不不一定哪一天就没有了。柴火和水千万不敢缺了。干啥你？去！去！看那牛还想过来攻击狗来着。旅游车，旅游大巴车。少点啊，不敢浪费水。我感觉到是这地方也缺不了水。哎呀，看见那路边好像零零散散有几户人家。应该有几户。那里面又栽了4-5棵树，但是它离马路边远，那只要栽树的那地方它绝对有人。哎，在这稍休息会儿，热的。今天这是什么天气？看见灰蒙蒙的，但是太阳照出来比昨天热。哎，比昨天热多了。
这么热的天，大哥们在这儿摘防沙草嘞。今天的天还有点风，对面的大哥们应该是摘完了吧，他们从沙里面出来了。这面还有几个大哥在这摘嘞，一片一片的那儿插。喝了点水，这儿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大停车场。这一块沙漠都开始往上种草了，这个草就卸到那儿了。那个小铲车往车上装，他们开上车一片一片的往开散那个草，这是铁丝网往起围。其实我也奇怪哈，这个沙漠里面啥也没有，他围这个铁丝网干啥呀？哎，只是随口一问一下啊，大家不要有别的想法。大车过来这儿也都停一下，因为没有地方停车，所以说司机们、师傅们可以过来这儿也休息。这个路太窄，天也热。今天这风不咋大，所以比较热。看看这沙漠好不好？哎呀，这沙漠好不好？嘿，这沙漠，你是我握不住的沙，握不住的沙。那会儿在那儿休息，那个师傅跟我说再往前走个十来公里吧，好像也有一个这地方。那咱今天可能晚上就能找一个好露营地方，十来公里的话也快。真好，再走一会儿。哎呀，看这停车场，这刮的沙，还卸车里。哎呀，有个车了。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车还是多了啊，再一个半小时车就不多了。今天还好，今天这风不咋大，肯定一定也刮风了，要不这天不是这灰蒙蒙的。哎呀，这树种的好，这树种到这个水泥中这儿了，这能给它挡点风了。
笔直的公路，两边全是沙漠。看看这金黄金黄的沙漠，虽然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但是丝毫阻挡不了沙漠的美景。大哥走了，大哥不方便上镜，从左旗给我买上来的菜。哎呀，买上来的菜和水。一个阿拉善左旗的一个大哥，大哥跑了160公里，从左旗给我买上来菜。我原先和大哥聊天，我以为大哥在路过。后来大哥说不是路过，是专门从左旗开车上来给我送菜了，160公里。再走一会儿，看看我前面有没有露营的地方。一到这个点就好了，车也少了，这会儿天也凉快了，稍微再走一会儿。关键是找不下这个休息的地方呀，这边下不去，全是沙。嘿，不知道再走多远，就看见那个和城墙一样高的那个沙漠了。这也是沙漠，但是说它不高呀，小沙丘。好了，赶紧再往前走一走，找休息的地方。这好像是又走到有人的地方了，这面有了树了。现在不早了，8:30了，那里面是个搅拌站，去前面看一看有没有地方，有地方就在这儿休息了，不能再走了，天已经马上就黑了，车都开灯了。今天又走的多了，今天又走了30多公里，对面那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那是个村庄，里面也有人，做那个防沙草的，他们都在那儿住的，应该是。这里面是搅拌站，我就在这个路口休息吧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吃面了？柴火是够用了，呀，有水的，你别，那就让他一起进去爆啊，爆香五花肉。咱的佐料一定要上齐，累不累？吃饱饭，今天的菜。多了啊，西红柿、西葫芦、包头菜，这会儿给起了风了，这会儿停下来没风了，先调调色，再去去腥。今天这风大，把这火都给吹跑了。今天是饭可凉透了，对，这今天稍微晚了点儿，贝贝，那不都一样的？这两天热的，狗也不太喜欢吃。不像那两天吃的猛了。我今天也饿板了，饿坏了，感觉。
感觉这面还好啊，这面晚上不热。哎呀，好舒服！赶紧收拾一下睡觉吧。今天走的太多了，今天走了30多公里，我的腿还走的还发软呢。收拾一下这睡，你看这全是沙，这凳子也是沙，衣服上也是沙。鞋里面也是沙，这就是沙漠公路。没办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咱就早点休息，因为这边的路况、路基和路况都不太好，因为路基下面全是沙漠，我这车不敢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，也祝大家做个好梦啊，晚安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